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电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悦耳音乐酱，我是小薇薇。疫情当前，不仅有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，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贡献出自己的力量，明星团队也不例外，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创造着精神力量。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。李荣浩作为乐坛少有的全能型音乐人，他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，同根这首歌也不例外。作为抗击疫情而创作的歌曲，歌词朴实但却有力，抒发出真实的情感。李荣浩用这首歌向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，也在为整个中国加油。世界依然同根，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，可每当一方受困，是生命陪伴的人。这场无声战争，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，不是为了责任，只为同根。完全没有受到侵权风波的影响，老舅董宝石用三天时间为白衣天使创作出了说唱歌曲《出征》。在歌词上引用岳飞、林则徐、文天祥等英雄经典诗句词，使得歌曲士气满满。很多网友表示这首歌太燃太震撼，从未想过有一天听说唱能听哭。人们全体都有怒发冲冠，凭栏处小小雨歇出正夜，太王艳阳天长啸，壮怀激烈我魂不灭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长江水不可断绝，为我同胞万万千。七月无衣，与子同袍，与子同走，与子同伤。这一世我与你共患难，风雨同舟，看这一次在出发之前唱起满江红，看这一次无数的双手撑起黄河楼。林俊杰作曲、孙燕姿作词的这首 Stay With You 一上线就引起广泛关注，歌曲致敬武汉以及全国疫情前线的所有人，没有被禁锢的城，只有不离开的爱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让我们一起等待日出。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，让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Stay with you， 等待着日出，不想说多累多辛苦，总有人会知足。Stay with you， 明天更清楚，直到有一天再幸福，害怕不再束缚，祝爱就算更甜。